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 我们今天要开的是儿童的礼物。我的是移动厨房，弟弟的是移动仓库。我们要打开来咯，我们要打开来，耶，车子可以拿出来咧，拿出来了。它这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个煮菜的东西，一下车子，我要打开，就是车子的。就是大灾物的车，我要来组装了。这个是这里，我要拼这个拼这里。哎呀，就会掉了。把这个放上去。好了，然后再把这个固定住这里。装上去，耶！太我的移动餐车完成了。这个小鱼，菜菜，弟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谢谢大家收看。